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这是在干嘛？在烧烤番茄啊！动起来靠腰，我要靠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？等一下哦，那个在哪里呀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知道他这边睡很久啊，我在这边闹他，然后他也在开台啊。我想一下，包馒头本来想跑捷径的时候，结果跑到大树就迷路，应该来不及了吧？等1分钟。好，真的要跑图吗？用手机还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是 Switch。现在我用的这个是 Switch，然后只是用手机打字。你是要护吗？我解锁拥抱，我想说，为什么？我那么突然？我先吃晚餐。他一定现在在听我的台，艾玛同学，你的腰力很好哦，好想窜过去，别，你的奶是解了没？安安，Hello，谁跟我打招呼？繁星安安，Hi Siri，不是 Siri，是 Selina。还以为跑图教学是教主要来教跑图，不是，是聊天室的教我跑图，请温柔一点啊！我玻璃心。改名字时间。叫什么？番茄。哦，
加。电脑你别靠呀！你在吃东西。我是叫你番茄呢。克洛伊上线了，是不是要让各位？不用啊，我等下就要去跑图了。你要教跑图了？哇，我打错标题吗？手残跑图教，手残跑图，聊天室教学，请温柔点啊。好，改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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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想我了吗？嗨，呆鱼，我在带克洛伊跑先祖啊。对啊，他那个还没有解完，所以他被挡住，他进不去。要接什么？好棒！什么叫做巧遇繁星？安安和朋友一起看台，一起跑雨林。你又来了吗？那你等我一下哦，我去帮你做凉一点。有点难瞄哎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大概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位置吧。有了有了，中了中了中了。中了要组好吗？每个人都要解动作，其实还行。你也还没跑图啊？对，今天应该来个每日。原来繁星有玩光遇啊！好啦，等下大概，好玩定格跟试电应该就换游戏了吧？对啊，没有没有，在整天都在玩这个啦。而且我发现我这3天 Switch 手把忘记充电，所以等一下充个电，换个游戏。你怎么变那么小只？你喝药水哦？我钱太多欸。教主，请问我该怎么称？我该称呼那正太什么？哪一个正太？你说月亮弯弯吗？你可以叫他，看你想不想叫啊？你可以叫他 Selina 啊，因为这个他是很早以前 FB 上加的好友，然后他 不给转，然后他是说最近看到我开才加好友的，不是啦啦，不知道，才订阅的，
一起在烤，你是在哭吗？你知道吗？番茄用矮人面具，然后药水把自己变原来大小，然后嘞抱抱，再加这个，然后嘞，好啦，我们先去跑金阁吧。有谁金阁还没跑的？也不要中途上车哦，拜托了，感谢了。中途上车，我不知道怎么来。哎，呆鱼进哦，如果不来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因为看不到聊天，所以要坐椅子，他没有理解。哦。嗨，跑完了哦。我也要去，我觉得不用什么挖沟鬼了，哎，反正我们人多，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好了。来啊，牵手。那呆鱼能牵谁？不是啊，汤圆泥，你是真的不会跑图吗？要骗我？要骗我？好了，还有谁？小妞不是要？一连走，我们跑图。哇！这样还有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干脆就不用牵手了，我们直接去，直接开门，直接怎样就好了啊。好，那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。那我们这些，我们先去，我们先去，我们先去办公室。马同学跟谁没有啊？马同学没有一连的吗？这不是不行，也不是不行。对啊，其实根本不用啊。这是国服还是国际服？国际服。等下，马同学，你没有任何一个好友吗？不是你加错人了啊！这个是汤圆，这个不是兔锅的。我们去，又浪费啦了，哎。好吧。走喽，没有人走喽，没有人。好，冰冰，拜拜。谁会撞门嘞？好，报名，点名不报名，点名。一连不见了，还有一连嘞。一定会掉啦，这很正常啦，就只是等一下没办法，等一下可能要分两个人，所以小妞你可能要带一边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别人跟上哦、喔，别人，对吧、啊？不然过门还是怎样的？要提起来目的不可能，还不可能呢。别人在干嘛？那等一下那个门断掉就自己进去了。没有，如果你们觉得翅膀太多，可以找我带啊。
啊，你真的觉得感觉一直带那么多，压力很大哎、欸。啊，这边可能就要分两团了，因为等下进去门一定会断。来，这边，这边撞门的话就自己烧咯。那一部分等我，我去换屏。这边不用啊，这边不用啊，这边进去就好了。那个谁，签好。对啊，这边不用吧？那走，好吧，别人走喽。应该没事吧？对啊，出事啦，小妞咧。哈哈哈！啊，小妞辛苦你了。看来以后只能现成三名。哎、欸，唐安安，是我们人那么多，我们就不用盾了吧？啊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用盾了。啊，来乖一点，人家游戏有这个啊，自己手断掉，自己断手。也不用啊，等一下要上去了啦，不用签了啦。哎呦，意思虽然说是带车，可是反正等一下都要蹲，不蹲啊，等一下都要回去了，不都要坐，不用签了啦。没有，我是跟马同学说啦。你的车连手都不能牵了吗？那你等一下坐下去的时候，你不要给我断手，你断手就骂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就拿蜡烛打你。小妞来，趁门还没关，小妞快来。来一点嘞！我还没跑聊天室，可以在聊天室找车吗？你找得到的话，那要等吗？你们好残忍呀！没有哎、欸，啊！一莲来了，一莲快点，一莲，来不及啦！惨了，没事，下面很好蹲。
超级飞的我没抽到 SS 啊，你是谁？这名字你是谁？我佩林，谁知道啊？你猜，我猜到了，猜到有奖吗？不是、啊，猜到有奖吗？猜到有奖品吗？安安 ，Hello。没事，有保底，我猜到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保底，谢谢保底。干嘛？你把我打进了！哇，你力道太大了吧！我被扁下去耶！好啦，牵手时间，牵手时间。还有谁？还有谁要签？分两团吧，对吧、啊？就这样吧。又分三团，天哪！我这不会有白痴，好，记下来了，这个不会有。好，讲明天早餐，要多少啊？这是饮料吧？对，饮料好像也太贵了。好，早餐，那我要吃什么？豆花一份。对嘛，30块吃什么早餐啊？蛋饼。汉堡就30块了，哪边的汉堡那么便宜？我说早餐的那种普通汉堡，欸，大辣是在，看一下哦。
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台是不允许回收哦，回收讯息的哦。这台比较机车哦，不好意思。我来了。不是98块台币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好啦，可以，那早餐可以，那我要吃什么你决定好不好？早餐吃什么？三杯豆花。小金在这边，可是昨天要小金的不在这里啊。我知道这一层有啊，昨天那一层没有，那我就猜得到今天这一层有了啊。听说麻婆豆花很好吃，你说用喝的豆花、喔？我不太能吃辣哎、欸。我刚以为三杯鸡口味的豆花，不是你要吃吗？雕口，你好。又不见了，不是早餐，你们去哪边找这些东西？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嘞？不要贝贝哦，不要贝贝算了。Hello， 靠贝，你按成回浴镜，很快就好啦。不能贝贝签了，特斯会断手。你都直接冲上去是不是？习惯打错字回收，抱歉，没事。错是错在我这个台规好吗？但是我是真的很不喜欢人家回收讯息，有多讨厌嘞？比人家核断要求还讨厌，对吧、啊？下不去，那是因为我在看聊天室啊，不然下去多简单啊。欧达，现在吗？你要欧达吗？那我真的不知道玩什么哎、欸，我刚才想说我要玩什么东西耶、欸。我蜡烛好多，已经消耗掉200个了。回家咯，那个你带带一莲去打点那个吧，还是我带一莲？一莲你要谁带？一莲你不是一楼的蜡还没有拿到吗？我在板上看到都有5000-6000蜡的。但舅舅要先吃饭洗澡，好啊，我等嘛，那我先玩其他的嘛，就不要说我到时候玩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自己偷玩了，我也不会怎样了。我带他去，我也还没拿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去拿新墨的大辣了哦，他是要跟。我只有一个小辣辣，
啊，边人要不要？等下顺便跑，顺便绑架你去跑那个跑火试炼。讲你是说好哦？那我先跑新墨哦。你先去试炼那边，然后我等一下想说，等一下走风道的话会走到哎、欸。求绑架，你要绑什么？金末风道很难走，没有，因为还要捡外面的蜡、啊。好嘛，我知道了嘛，我下次改，我下次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传他吧。而且十次有九次断手，不会耶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手就断掉啦。背背至少不会断吧？我的背会不见吗？转圈圈，我说去试炼那一条哦，那就让它断喽。剩下一次是杯杯哦。有时候的音乐都有，有时候都没有，好烦躁、喔。我不知道开音效是好还是不好。想听的时候打开，啊，都是大爆麦。哎呦，准备断手喽！去玉元山谷吗？对啊，没有啦。等一下，还是我们现在回家？我们回家传边缘人，好像只能这样欸，不然我们怎么穿得到他？对不？哦哦哦哦，失真失真，先拿大蜡也可以。好啊，不是他要不要让我离开？等一下哦，大蜡在哪？这一根吗？哇，我好强，我好强，我好强！进步了，进步了，进步了。好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过去哦，哎，大鱼，传哦，要传哦，等一下要传哦。嗯，
我们没有解锁，我等你，你好了再叫我。好了，到了，要乘车的来哦。带鱼来哦。天人应该不建议等一下再跑一次，过不去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人走。可以蹭一下吗？你要不要等？就现在都满了啊，你看看这样子，怎么可能撑得了？不是，我开台玩这个就有个难度就是这张地图就很容易爆啊，对啊，哇，将来的2、4、6，还有两个等人吗？可以等一下，那个。不该先签我啦，等一下哦、喔。那个，感觉还可以哦、喔，北七。为什么？这时候可以移动哦、喔。不是按错，啊，反正都要走，哪里先？啊，火先，我们这边还有一车，你看一下边缘人跑多快啊，一下下就好了啦。好了，各自端手。晚点要晚点跑吗？你说谁？这是谁？佩佩也要跑吗？其实欧弟也会吗？其实欧弟也会跑。哦，你把他抖出来了。你们越来越多人可以蹭了哦。
叫牵引，你不要动啦，你牵一下我嘛。你在 OD 那边解重组任务哦，我知道啊，加油加油！我昨天其实应该说下午啦，看了很多次那个影片，我还是搞不懂怎么跑、欸，就到这边啊，可是就这里我跳不过去啊。嗯，对啊，就这里啊，你不是说这个墙是那个吗？挫折的墙。对啦，自杀吗？耶、yeah, ，怎么了？自杀？慢跑咯耶、yeah, ，巴士出轨咯记录点。龙要来吃人喽！我在背上会死掉啊！你们那边可以吗？等一下哦。利恩，你是鬼吧？你是用传送的吧？等一下，利恩跟呆鱼是可以传我啦，啊，可是喜羊羊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，这么巧，嗨，哎，好巧哦，鬼又来了，鬼又来了。哎呦，死了！死人啦，司机死人了啦！哦，音乐，你其实不用每次都在边讲这种啦。啊，跑的又不是我，如果今天跑的是我，你讲这种话，我会更发疯哦。你不觉得坐回家从来比较快吗？
有这样打算吗？会回到那个记录点？不是啊，我们在过地图重跑啊。不是，我们先走到陈岛吗？我在传你啊。好吼，好啊，回家咯。所以是会回到哪里啊？自恋除了卡 bug 跟朋友修以外，不去。没有啊，跟木图一样啊。除非有人当司机，否则不去。你想说安慰人啊？我觉得还好，你这个没有安慰到哎、欸。你看刚刚我们在里面迷失自我，木土还好啊，你碰到外挂，你技术也没用啊。我也没遇过啊，可是身边就有一个朋友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礼拜可以遇三次外挂。他是习惯挂在那个啦，那个云野的一图，然后就常常碰到外挂。这种遇外挂体质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超容易遇到外挂的。你嘎是什么意思？可以传的意思吗？嘎，还是叫嘎嘎？哦，等一下，我这边人很多，可能进不太来哦。目前有四个小黑，原来你为了吃馒头解锁这个吗？
欸，你这什么姿势啊？昨天就想问你了。哼。满了，对啊，没办法啊。小黑不知道走了没啊？立即转圈就好了。好像没了欸。我们可以传喽。晚安，休息好，晚安。不能，还是满的。嗯，看一下哦。有啦，那边还有一个喜羊羊，还差一个了。那边一个小黑，小黑开门了，小黑开门了。我们跑吧，好吧，敌人走咯，不敌人啊，敌人走咯。欸，敌人来了，那是傲娇，气死，过来。来挂台了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我因为今天变天嘛，然后昨天就在拉肚子，然后睡到快十一点才起床。有人手是断掉了，等一下有人脱队了，司机，有人脱队了，司机，哎，司机把我们抛下了，怎么办？
那个喜羊羊啊，喜羊羊又跳车了，司机又很跳车咯。哎、欸，你，哦，啊，那个边缘人很抱歉啊，下次还是我们都带兔窝的好了，不是兔窝的啊，谢绝参加哦，太混乱了，很不好意思，怎么一个火丝链，我们跑了快20分钟。看下面 ID 好像在打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搞到哪天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也会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人太多，对吧？所以才会说，有时候。要主要试试看吗？我不要，我私下关台四好不好？我不要开台四，这太久好烦哦、喔。我的 EQ 会变低，不行。干，又牵手，你这贱。很恐怖。你为什么下来？阿姨。体谅一下 Switch 啦，真的啦，我不要欺负我，按键真的不好按，好吗？哇，等一下哦、喔，马同学，马同学，不少一个汤圆嘞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烦哦、喔。汤圆，抱歉啦。手机也不知道按在哪里按，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些会不小心，有些就是很容易按到特别关注嘛，然后导致就是我的好友里面有很多是突然变成特别关注，或一些取消关注的一大堆。肯定是刚刚那杯茶在喝啊，
你一定是疲劳驾驶吧？喝茶喝成这样子。左边要。可能今天还没回来睡觉吧，谁你哦、喔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怎么没看到亮光？往哪边走？等一下，我没看到光哎、欸，是往哪边？等一下啦，走这边吗？哦哦哦，利恩这里，利恩。完了，那一杯茶一定有毒，刚刚那一杯茶一定有问题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那杯茶确定怪怪的，点不到啊。还喝啊，走了啦，还喝。这不是茶会了吧，酒会了吧。待遇对吧、啊？你去爬窗户吧，然后就没人点那个哟。明明高的就很好跑，气死！哦，对不起。我走这干嘛？
这个是谁？抓战犯。洋洋。不跳了、哦。啊！来，我们记个点。救命！你怎么了？没看一下哦。画面不要乱钻。有老鼠叫声。哦，你在哼叫。救命！酒驾！哎、欸，你跳那边啊，旁边跳跳跳野吧，鲤鱼王。哎、欸，哇，肇事，想骗。看你蜡烛那么可怜，来吧，我的蜡烛快少于一千了，原来做祭坛过不去了，对啊，你应该是我第三个花这个的了吧？我想一下哦，雨林幽花跟你，天哪，一个二二，一个二十二根蜡哎。真的很贵耶，给后面蜡烛太多人用的。你有带我跑回来没有啊？最近火到，哎，怎么说？因为毕竟蜡那么多留着也没什么用啊，还是有用的、啊，好看用啊。啊，那边两位还行吗？一样，最后走正规路线哦。阿利恩呢？不是会跑。不太行啊！那我先点好了，好，你先回家没关系。李恩，行不行？不行就传我。
没，他还有先浮上来哪一个？边缘人吗？还是喜羊羊？羊羊在哪？没事，当练习。那喜羊羊嘞？你要练习吗？还是带你？要走先走吧。这要怎么跑？你是不是最近都没在看我的影片？影片啊，实况。两人跳的画面这么可爱，要矮的比较可爱。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利恩跟边缘人懂怎么跑就走。哦，摸摸摸摸摸，你还在那边擦玻璃哦？哎 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会下去啊？你不是应该下不去的吗？你怎么下去的？哦，哎、欸？为什么？早上看不到，我有记录档呢。即使有死板，哦，我画面看不到，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哦。他们又掉了。抓住我的手啊！利恩过来，抓住我的手。然后利恩要回啊，没关系，你先走，留下我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哇，好鸡哦！天啊！你挡到我看戏了啦！等一下我就
哎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下一步啊，打字打一打，刚刚收回。可是他们其实都打字，我看不到啊，我白痴，真的有哎、欸。你快说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奥布利恩。门子门没打开那东西，哇！这堆腐女看到口水流一地了、欸。要跑正规路线吗？放弃了吗？好啦，赶快牵边缘人的手了啦！你今天的你不适合跑图，那不是我不跑，我跑正规会迷路。走咯，他们私奔了没有？最后他的手还是选择我，白鱼传我。白鱼，你直接传我就好，不用做啦。你可以直接传我，不用做。坐下去了，好吧，一样，怎么没抓住我？哎、欸，啊，你们跳得下去吗？迪恩，你跳下去吗？你是跳下去就下去了？哦，不行哦，你也不行哦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哈哈哈哈。安安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那我可以传你吗？等一下哦。那我这样传你会怎样啊？哦，还是要跑哦。哦，至少我比较亮了啦。跳！有些事不。说给懂的人听，你的眼。
眼泪，一捧爱心，爱心。喂，算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发光有点粉的，你也会好不好？好啦，回去咯。哦，是哪边？我想一下哦。嗯，横岛。玫瑰金还不错啊，蛮好看的哎。快，再一次广场舞，快点！再跳一次广场舞。广场舞价值快200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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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。好啦，跑图了。这是干啥？这个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这样你们还要是不是？马同学应该千呆鱼吧？马同学千呆鱼，我千喜羊羊。不要浪费啦！不要浪费啦！打眼。你没马同学好友，那好吧。先好哦，出发喽！欸嘿咧，盾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哦，不是哎、欸。来，请说盾三这个、喔。我记得那时候带我跑的都是盾。可是这边很高呢，哎呦哎、欸，然后嘞，哦那个哦，哦，前面有无敌姐那个，那个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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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也是记得有船的那个啊，前面有蝴蝶的船哦。好，我记得了，这又是哪里？啊、这里有点难跟你解释哦。
跑出去要跑很远，不是？我怎么记得这边还有个辣还是草什么之类的？一个安安。哎，飞了哎！对啦，等一下哦，要飞果然要吃到。辣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吃到火丝炼的辣啦。我没灰叛徒，哎、欸，啊，会不会是因为下午的时候跑去找克洛伊的时候？知道那个啊，海胆的辣、欸。那时候是跑去帮他弄那个，忘记是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啊，那时候有小妞他们在。你怎么会说我叛徒？我可是在你身上花了22根辣的人、欸。你好像也花的差不多了。明天早上要去投胎了，好，投胎加油。我奇怪的对话，明天要去投胎了，好的，投胎的路上加油。是没有吃到火丝炼的辣，应该也是可以吧？你看这边两个大辣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云那个什么峡谷的两个大辣。你那边还要再带一次吗？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耶、欸。不是你蹲下去那个点。灰了灰了，对不对？就只是差一点点啊，就只是差海胆的那一点点而已啊。你看你还跟我计较。那我们去跑峡谷吧。你们什么时候背着我？哦，是背着我。以为你都背着我偷偷来谁？哎、欸，你在讲什么，女人？你这样子。机敏会误会啊！我是被抓走了，这边又是哪里？啊，地不要乱顿啊，好恐怖哦！啊，我曾经来过这边，这边是让我回家的地方。好啦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我们回家，跑云野吧，啊，跑峡谷吧。甲骨你带，你要带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去拿大辣而已，我没有要跑。干嘛？讲的好像出轨一样。哎、欸，那这个的话，来啦，背你啦，有没有背着你偷偷来？来，背你，来自己牵好。走喽！
三、二、一。那可以了，就是先跑哪里啊？哦，就这真的是定格云野，然后雨林，好干净，然后其他地图的大拉斯一次就好了。哇，还是那个啦，海胆跟馒头。然后讲一下哦，温泉前面的斜坡是我第一次，那时候阿兵带我遁地的地方，教我怎么遁地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对我意义很大。我第一次学遁地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就是这里，这边是我第一次学遁地的地方，这个点。走吧，走去哪？是那个丑丑的云吗？我丑丑的云。哦，你是说那个谁？猎人是要跑那个吗？你是说那个很像躺下来的人吗？想说今天通通赛道怎样？对不起，想说今天哦，想说会。天空赛道速通的说，哦，那个我晚一点再去练吧。我现在还有一大堆不会的，你看看，废物的我开始长大了。开始被说叛徒了。我以前也是啊，就是。以前优花在跟我跑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可能自己先跑的时候，我就说好啊，都自己先跑啊，就这样子。这种讲，就会很难过，就觉得说，你都自己玩了，什么之类的。那再加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加贝拉吃完了，他的加贝拉还在，所以有些他已经吃过的一些火，他看不到了。但是我就常常一大坨在那边，我没有吃到，我就常常断手回去吃，对吧、啊？当时啊，还是新手的时候，这是复刻，你不想换欸，披风至少换一下吧，披风那么棒。来一杯，好啊！等一下我们进去里面喝好不好？里面比较好喝啊！我们等一下去看夕阳喝啦。没有人走，我们去看夕阳喝。看夕阳配茶。你都跑完了哦，当东电宝很爽，对啊，可是你总不能开台子当充电宝吧？
我那时候就讲说，我是个昂贵的充电宝。那时候只要商城有卖什么东西，都买。这里是我光遇最喜欢的地方，披风没有圣诞披风还好，我可能不会用啊，很棒，很香耶。这里我回家换道具，等我一下哦。啊，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哦。边缘人，他们快好了，到最后一个任务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串了哦。好的哦，再见啦，好，拜拜。你又9点半要离开是不是？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画面抖是我们的问题吗？什么画面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孤狼当不了充电宝。哪一个繁星？什么东西？哪一个繁星？你叫什么？我叫繁星。你是谁？有种，那在讲什么？那个是谁？谁是谁？玩那个什么潜水艇的时候，是吗？那个谁是谁？是我，我的师长。那你是谁？啊！又串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啦，应该没有其他大拉要紧了吧？好了，这边就我一个人了。喝茶，喝茶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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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边缘人可以跟你传吗？边缘人，你有跟他解传送吗？你会不会飞到一半的时候也串了啊？怕你孤单寂寞，觉得欢迎来到串。可能爱不够深，可以啦。你看够深了吧？然后呆鱼不见了，呆鱼怎么去啊？吃很凶哦，吃很凶哦，吃很凶哦。
笋可以吃那么快啊？你在上面，白痴哦！麦块上面风景真好。哎，放到了，放到了。上面空气比较好，有吗？其实上面空气很稀薄。喝茶，喝茶。等下，这在洗澡吧？Switch 好像就不能用那个了吼 ，LED 不啦那个什么，那个 disco 的球，我记得那个要同时按诶，我的屁屁好看吗？分就要上线了，去找他吧，洋洋，拜拜。灯笼魔法，你去找春娇啦，春娇来抓奸了，快去。我再回去一次哦。我要回去咯，呆鱼，我要回去一次哦。我去拿道具。你回来了，嗨。没事就回来就好啦。好啊，那就在这啊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我记得拿烤鸭是不是灯笼？好像串了。哦，灯笼在上面啊，哎呦，有灯笼魔法吗？我有灯笼。需要魔法。没意外我都有领到，哎呦欸，四个好用咯。有没有要灯笼的快点牵我手哦。
然后问他们，哎、欸，牵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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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对了。啊，他们牵不了。呆鱼。阿宇，先不要签。哎、欸，断光光了，等一下哦。我签。哦，杯杯没用哦，好吧，那就不要用喽。手机的话我知道可以卡，可是这个就没办法啦。先开灯笼，开了。哦，你说牵手这个啊、哦？这个我吉明他们好了，边缘人。欸、小鱼，你们在打斗阵了没？都说已经打了几场了，好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。哦，晕了晕了晕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坏掉了、欸，战斗陀螺。哈哈，还没啊，还没有。繁星哥晚安，要去赶稿了，好晚安。全中运给我延迟，全中运哦。晚安晚安。那本来就会这样，好吧。你宝贝还没出现，几个啊？大宝贝、中宝贝、小宝贝，还是一号宝贝、二号宝贝、三号宝贝？好，到这个应该眼睛也有点痛。叫我吗？对啊。还有这个也是不知道干嘛用的东西，买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干嘛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换呢、啊？哎、欸、，Switch 左边那个要怎么关掉啊？这样吗？那我出现了，
完蛋了，我只能拿魔法，先取消魔法。我知道怎么取消。Switch 怎么取消？我是问这个啊。边缘人，金明叫你，试炼车找你。我 Switch 先拔起来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我直接戳萤幕把它戳掉了。好的哟，好了，这个真的也是不知道干嘛用的东西，那时候换了这个，不要冲他小的，好吗？同学，拜拜。它原本就会飘吗？哦，这样好像有点帅耶！哇，我刚刚就 end 到耶呢！哇，装饰品我知道啊，飘一下我也不会。为什么？跟随朋友是我牵别人还是被牵？你牵别人？你去应该想你当充电宝就对了，懂吗？陶土的，你们用 Switch 的还是手机都有？这边只有冰冰跟忘记谁都用 Switch， 其他都是手机啊。哎，这样好像有点帅，欸，你要拍照？彩虹欸，彩虹不见了，阿乔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看到了，白痴哦！怎么会有？啊，你不会是用魔法了吧，北七哦？我要买垃圾东西。五先知的贴纸，这个五先知的贴纸，没有意义的东西，不知道干嘛的。魔法太多，要找一下。哦，你喝矮了哦，你要干嘛？哈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嘛？我知道那个原本是个米字符号的啊，它原本长得很像那个，哎，怎么拿的？我没有啊，你怎么把包包拿起来的？那时候我们都说土先知这个是蟑螂，这蜘蛛啦，一个蜘蛛图案是吗？不是，那个月你要牵我，不是我牵你，是你要牵我。你要牵我啦，完了啦！你要牵我啦，点我头上。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卡 bug 了。哦，还有这个骨灰坛也不知道干嘛的啊。我那时候有换，没用的骨灰坛。搞什么？哦，
哦，对，今天番茄不是跟我讲说什么从床上下来吗？我说，欸，我还是真的有床哦。干嘛？你这样在呼嘛？你在干嘛？你终于要跟我一起了吗？没有啊，你穿过去，马上把船收起来。我找一下球门哈。好，球门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是球门。等下，你该不会手上是拿提灯，然后？那时候你们夏天也没有参与到，其实蛮可惜。就夏天，其实这边。有一个码头，然后那时候都会有贝壳飘过来，然后可以跟海胆一样烧。而且最可惜是那个啦，冬天呐，阿嬷的小屋，阿嬷的小屋里面可以那个挂机，去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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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堆人在里面挂机，然后弹乐器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有人在附近弹什么快乐颂，又没有是里面的很像音箱还是什么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抱抱一下，顺便抱他了。你来讨抱抱，你怎么了？用手机打字，再开。好久不见的感觉。那个木偶就是，那个之前帮我解那个电话传情的那位。然后什么废物啊？就这个啊，骨灰坛。然后这个小萤火，我只要去阿嬷的桌子上面看到这个小萤火，都想骂人。这火有够小的，每次馒头都从里面弹出来。每次只要看到这个小萤火，就会一直想骂人。不要放这个，抱不太到。每次馒头弹出来之后，就是要去旁边把它补回来。要怎么放？要放水上吗？我放。啊，真的诶。有人被撞掉了吗？一心安安，
降这艘船呢、啊，然后跷跷板跟荡秋千都是情人节买的东西。按错。哈哈哈！去跑试练了，拜拜，加油加油！为什么在这边？我不知道 ，Switch 不能控制方向哦，点一下就跑出来了、啊。除非我再把萤幕拿起，哎，把机子拿起来戳才行。不能放吊床，为什么？有魔法还在是不是？打哈欠了，我奇哥没打，嗨，你不要回收讯息，你要说什么？快点，让你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我再把你ban了。来，请说。几个？快点！你有遗言？你 YouTube 发空气耶？我知道啊，可是你就给他发空气又会怎样？干嘛回收？好，我们五分钟后见。我知道你刚刚没有发到东西啊，就是空白的东西吗？可是你回收就是错了啊。我胸前红字，我觉得你被插了一剑。要换游戏了没？还没吧？小鱼要换游戏了没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我以为八点半左右就可以玩，结果 OK 了、哦。好诶、欸，那就到这边啦。待会去玩过气游戏，待会要玩过气游戏咯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没印象诶，干嘛的？哦，旗帜哦。八八什么？没有要关台啊，换游戏而已。嘟嘟嘟嘟嘟。换游戏，顺便充电一下。我把三天没充电了，我很担心玩到一半没电。嘟嘟嘟嘟。我等下重新截取。对啊，打错地方，你究竟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？要给我回收就好。比较、哦、就啊，我在更新。哦哦，你进来了，好的。有更新你没跟我说？我不知道呀、啊。啊，你们都偷玩没揪我？我没有偷玩啊。
你们上次有不是说打首胜打了4小时才拿到首胜？我跟秀秀打你不能啦、啊。我不能什么？你真的会被他气死哦！我被他气死过很多次啊。不行，死了再死，再死，再死！哎，我最近心明都变乖了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， 心明 ！Oh my god， 不信。阿明，心明哟，心明说话。他在跑那个啦，应该比较忙。哎、哦欸，没有，他不会忙啦，那个给人家带而已。他都牵手不是吗？对啊。我也不信。就也不信。别敲我，等一下哦，我没戴眼镜。等一下怎么更新那么久？喂？不是啊，西米现在干嘛？我听到有人在。我想我就过来看。他在讲什么？好断了，我叫你用打字的回我。我以为是我比较那个，还有关麦。不是，他断了，他电子音。哎，完了，我没办法玩呢、欸，他现在零差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都是的。游戏设定。超电超电。你打字啦。打字啦。我回去好了。你回去好了、啊、这句话就特别顺耶，为什么系统不让我们沟通。好棒哦。太棒了吧。是吧啦系。有什么零趴、啊、还是你要等他跑一下？不是，真的是零趴哎、欸，那我要干嘛？你潜水艇吧，他们不在揪人。好吧，啊、拜拜。好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舅舅好像不会、欸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道正在更新，那我们找潜水艇。可是我怕玩会卡，因为在跑那个更新，那还是零趴哎。正在初始化，那小啦，一直重复载，重复载哦。哎、欸，跑了跑了。我知道你跑了，我有听台。好。哎、欸，好。哎、欸，我名字改掉了，为什么叫啊？对，我叫阿后裔，对，没错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全部取西名啊。我知道。你声音有点淡。我吗？刚刚一点点。啊，我在更新啊，北七。干嘛那么凶？北七不是凶你好吗？我很温柔啊，北七，我觉得我被侮辱了。谁侮辱你啊？你跟我说，我表扬他。嗯，嘟嘟嘟嘟。打喷嚏哦！啊啾！对不起，啾啾啾啾啾！对不起，学屁！我就知道你会学。我没有学，你这边想对不起，我才想到好吗？今天本来说要跟秀秀打，然后嘞，所以他说他玩半张，我就不跟他玩了。
他说我要来玩半战看看，我说那你自己玩吧，我不敢跟你玩。确定？哎呦，这个第一把是什么？他想就跟以前的黑猫一样，只是变白猫啦。很烂啊！真的，他现在完全……哎、欸，两个金！哎、欸，我抽没到。什么？我没抽到，不是我抽没到。可是好像有，好像是这次的是叫色维斯巴斯。嗯。反正就是它的颜色不一样而已啊。哦，抽到闪光根。麦卡利，哎、欸，他改名字吗？对他换名字，他换名字，因为卡西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。叫什么卡什么？卡西迪，卡西迪，卡西迪，好像是吧？哦，是吗？对，卡西迪，来摇摇摇，再摇一次。我还是叫他麦卡利啦。我也是。或是那个牛仔，就像阿文阿文一样，阿文，阿文，阿阳。我来打个辅助话麦。哎、欸，我辅助一个箱子。三抽三金，可是没有抽到常玩的啊。仓鼠很少十金吧？蛮多的哎、欸。是吗？对啊。我以为你都收集完了。收集什么？我一阵子没玩了、欸。做好防御。他前阵子有还有出新的英雄。你的那个有点大声。我的什么大？不是不是啦，我的那个有点大声。啊？可是我可以玩。哦，大有点大声。要怎么？哎、欸，对，每个人都可以补哎、欸。对啊。那我们可以小费吗？可以。可以玩安娜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找一个队友，每个都可以补。我想想，还看到什么可以补？不行，我真的只要开始游戏就会抖哎、欸。你不要那么紧张，游戏而已。不要怕。虽然我口气很不好，可是也不能紧张啊。我忍住不能骂脏话。等一下会看到我画面很眼睛很抖啊，体谅一下，很久没玩了，尤其是竞技类游戏。这都跑出去了，我该走了。原氏哦，是原氏哦，麦卡利哦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猪猪白。上面有人哦，二楼有人哦，你被断补。嗯。哇！没事没事，我被逼大了。卡利在后面，卡利来，卡利快点来了。我被逼大了。哦，我擦太原始，咋的啊？擦，咋的啊？
哦不，我太开台了，不知道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啊。我没办法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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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再见。让他去打打打零点炮。我的能量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哦，打的好强哦。哦，你怎么在殴打？啊，我刚讲。不是我，你有在看台？我知道你们在开台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什么东西。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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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晚了。上面二楼有人哦！啊不，对不起，好像不行了。放回来，杀那鼠孩子！是莱因哈特。哦，哇哦！哇哇！孩子，可惜了。好啦好啦，张咬兔。那你的仓鼠是否可爱？哇，你好棒哦！怎么那么慢？完了完了，我被吸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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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哦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它好粗，好粗，太粗。它这个吸饱，它死了，它死了，它真的很粗哎、欸。我看。啊！我蹲下了。哼、嗯。哎、欸，蹲下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直接扫洞砖。啊！我死了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对不起。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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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只要再坚持个两分多钟。哇，什么鬼东西、啊、我我不呃对啊，你有班长呢，请问那个我改天有空自己练练啊好痛妈蛋，阿凡回来，阿凡等一下，阿凡要死，阿凡要吃补。你有找到吗？找到了，有断哦，没事，我回来了。上面二楼有一个原始好烦，蹲下。好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哦。痛死痛死！阿布，
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我有。他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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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大。他在奇怪的地方太大。我复活那么久，复活很久。哦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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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，no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炸了炸了，不行不行，炸到弹鼠，炸弹鼠，炸弹鼠，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嘟嘟嘟，是不是？我屏障二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屏障二，我请问你的手手还好吗？谁？我吗？对，不是打输出都还好啊。好的。阿鼠啊，好可惜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上去了，不然他会死掉呗。他跳下来了啊。好了好了，给他了给他了，炸弹鼠怎么会？了不起，了不起。那我们可以这样选。
天，昨天番茄大大叫我打LOL，我看到啊，你们在约会。不要说出来。等你五分钟。谁等谁五分钟？哦，对对对，番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教我打LOL，快的。他还教你打LOL？对啊。你们感情怎么那么好啊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人。老居哦。嗯。我也想要教打教被教打撸，可以，我们等一下来去蹭他。可以啊，打到几点？什么打到几点？你要打到几点？都可以啊。打到我们赢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好啊，我们打四个小时首胜而已。昨天打撸好像打到两点多就首胜了。好也打两点多就首胜，番茄，那害人啊！番茄，不是我真的很烂，因为我很烂，哦，好抖哦！五、我怎么四、怎么会抖？不知道老了吧？你看讲话也在抖，你是冷了吧？是有一点啦，还。没人呢、欸。出来，一把。有充电宝，有充电宝，追着那充电宝打。骗到大了，骗到大了，骗到大了！你看他奇怪。哇！他在最前面火力，真的了。人家在门口出避雷，我们就死了。回来点，他们真的直接都在别人家不打算回来了。哇，好凶哦！为什么这个人在这啦？好像有脚步，没事。不哇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凶啊？太影之类的冲到点内吗？对啊。来了！我帮你开加速。他们这是打算在别人家玩到什么？他们好凶哦！真的，我就是想要这种对手，哦，队友，队友不是对手，不要，我不要做对手，不行，不要。什么东西？番茄，感谢你哦，谢谢你教我打喽，我觉得我进步了0.1%的呢。捡一个杀一个，画面真的好抖，好抖，好抖。没事慢慢，你知道小鱼玩 LOL 的年龄很久了吗？我哪有玩 LOL 的年龄很久？对啊，我才五十几等呢、欸。这我才五十几岁，
我干，好抖好抖，等等等我的手。你是不是被贴了那个什么电极，会有电流的那个？要有拳王吗？我帮你看好吗？哇！啊！我哦哦哦，很痛啊！很痛啊！很痛啊！哇，他们你们全部都红色红色的了。换他们在那边。哎、欸，他们是班长哎、欸，我刚打死他了，我刚打死他。你这个小变态！你们好红，我们很红，对，没错，这个反省过期。啊？没有，没事啊，没有啊，你很可爱啊。我要自杀了，我有大哦，我要放在外面哦。No no 哟。还有谁啊？这样很不乖哦。他们又杀到他们家了，对不对？还没，快了快了快了。那门口跟我说没有。你很痛。他是我，你好快乐哦，反脚哦，然后天乐福那招跟着走，反脚遇到爱吗？你有听过什么《风吹过我的头发》啊？那首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冰雨。我站在你家楼下。宝贝回来，宝贝回来。宝宝，我们快跑！你可以吗？宝贝，我来帮你了。宝贝，快跑！宝贝，你快跑！宝贝，你快跑！拳王好快！不要再滑了。啊我！啊！妈妈呀！拳王好大大哦，大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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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哒哒哒！你怎么会在这出现呢？嗯，我是一百滴血，阿大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会在从那个洞里面跑出来啊？我跑回来的啊。救不到咋地呀？流星坠，流星坠，流星坠！哇他妈我开大了耶！啊、哦，气死我了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很讨厌我哎。正在修复中。我们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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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啾他们等着我们。我们走快点，我们走快点。哇，漂亮！我好亮，我好亮，我好亮！龙！我靠！有毛病是不是啊？不要再伤害我了，我那么可爱，你们舍得吗？我觉得先不要哎、欸，自信心，自信心，这不是拳王，不要再打我了。够了没？啊！拳王！啊！唔烫啊！你哦，又没啊！不要逼我哦！流星坠啊！我们的拳王可以吗？你要全部都待在
洞里面的、啊、这些人好烦。哪个洞？你开心的洞。刺他补包，冇定点哦。不是，我要不行。准备打斗是打那么开心了、喔，你有开心吗？我不觉得你开心啊。我很嗨、欸。你没有表现出你的嗨。真有吧？你看他觉得很嗨的。我也很嗨。哦，这里哦。啊？啊？就地图击杀而已。对啊。一个地图击杀而已。好嗨哟！嗨来，嗨来，还会手抖吗？很抖，你刚看没看？看不到吗？他刚刚都有在做电疗，你知道吗？电疗，对不起，开个箱子，开两个箱子，我可以。我看到紫色的哦，这一次都真的是二批色哦。对啊，就好丑、哦，恶鬼。花村，对面有金色的。风吹一下，对啊。选择英雄。什么歌？我不知道。还蛮洗脑的，内脏给我听。什么内脏给你听？你那你唱给我听。内脏给你。哦，好了，这最后一场，这游戏不能打太久哟。星际是会星际是不是？我们会在光荣的战斗当中证明自己。班长能走那边吗？他不会得死吗？哎、欸，丢吧！给他摔啊！知识，你看他。哎、欸，他火，哇，好强哦！我刚不在看猪吗？看猪？你看那个猪，它怎么了吗？好像狼哦。它在动。它不动。也、欸、对耶。好，估计死两个了。拜拜！马上就在叫人家治疗。法那个屁，他是不是以为我跟他双飞？不可能呢、欸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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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电我。死神太玩猪 ，really？ 只是想再见，宝宝算了。我好的很，宝宝死神在后面。
防守据点变更为目标 B。 他这个是带我回家，哇，这个，哇，我跟错队友了，我不应该跟他的。你有没有充电宝？为什么又忘充？充电宝啊。哎呀，难怪阿凡说这场是最后一场，是有道理的。大浪来袭，没病吗？不行呢。结束了。哇，你很凶哦。我是我们的。好高哦。开打！干你妈逼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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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故意要骂脏话的。没事，可以。我忍不住。小房间两只，小房间两只。左边还是小边？嗯，左边小房间。完了完了，我完了！这是什么机车？外卡利，有点痛，可是我启动主炸，我得补充能量。对吼，班上可以看看谁过来。哇！怎么可以输出在坦后面呢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回来了，回来。不要在那么前面嘛，两个输出，我飞点啊。躲到我后面。他们有可以飞过来的，你给我跑那边。二楼有人哦，星星来喽！我知道你需要资料。只要先取代价，竞争，前驱，
完了。不不不，没办法。我操！精彩重播。来nerf这招。刺杀。尴尬的。我要选谁嘞？当然是选啾啾啊！签好签满的那个。我没有签啊。有啊。你是不是要结束了？嘿。啊，这叫法师，这不是巫师吗？干嘛？没有了。他在干嘛？自备啊。他有另外一个黑色的。我知道啊，不是巫师吗？叫女巫。对啊。那女巫。对啊，就感觉这次真的都好没诚意。就换个颜色，它就是新怪啦。嗯。啊，这次是万圣节的啊。也不是啊，这个也不是这样。你说用万圣节去换颜色？没有，上面几个，也不太像啊。因为那个啊。抱歉，因为那个谁，那个迪瓦不是有个妖虎的，我以为是这个，不是迪瓦的是黑猫吧？对对对对对，黑猫变白猫啊，真的是，哎，黑猫我有哎、欸，你有啊？你这么可爱，你一定有啊？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你。你还要吗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被欺负了。我队友都那个队友怪怪的，哪个队友？啊，对啊，那两个叔叔啊，那两个叔叔超前的。啊，去观台。好，好啦，这个过几天吧，等斗争二次哦，阿米狗那边也会揪，所以到时候看。看怎样吧。哟，其实啊，说到这个，就是我之前的精彩回顾都不见了。你们看之前跟他们玩的真射手、哦，啊，不用，好，米粉就好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辛苦了，看完就关台了哦，不行，玩枪战，枪战也还好，就是有输赢类的东西都会这样啦，所以去年开始就会这样。看，其实我手很抖哎、欸，看得出来吗？你看我准心都对不到什么东西。再看一次哦、喔，看好、喔，你要看我打那个D吧，我手一直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啊，是不是开始抖了？然后这边还在抖。好吵哦！风吹过我的头发，你那是肌肉记忆预判。嗯，你说他们这就是会左右扭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看过了，
你跟我同样状况哎，我大跟 Apex 都会抖，我是最近才会的啊，这两年才会的。之前刚刚玩欧达那时候都不会啊。他讲这句话，然后那个谁，老公会讲了一句话：“宁可当锤子，也不当钉子。”啊，好丑哦！之前的也都不见了、啊，难过难过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你 low 有时候也会，我 low 就不比较不会、欸。哇，为什么日麻区人那么多啊？一二三四六八九十三，为什么一个麻将可以十三个人打？怎么这样子、啊？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那大家晚安咯。